这款 Raffle Top 是来自 Secret Fashion 的品牌，然后价格是5690，就只有这么一个颜色，这么一个版型，还有附送这个公仔，真的很可爱，一定要拿！我自己也自留一件哦。OK， 这个是 oversize 哦，各位 oversize 的长袖衣，然后是黑色的。它的背背，如果你的家里面有那个 Sesame Street 的那个蓝色的一模，有没有？你也是可以插进去耶，太可爱了！它可以拿出来的，真的真的可以拿出来的，你就可以放你的名链了。对，还是什么？你有的什么公仔，你就可以插进去。你儿子喜欢什么公仔呢？你都可以放进去哦。对，可以拆开的，很可爱。它而且那个口袋还故意这样子给他，哎，他的脚还可以放出来的哦。其实，对对对，这个脚会啊，对呀、啊、对呀、啊，脚会插出来的。那么如果你放了公仔之后呢，你的这个口袋还是可以放东西的。对，但是就不建议你扒开那个公仔之后，你放进去，放东西进去就会露出来，稀零零。因为它有洞洞，它的手手脚脚都可以这样子。这样子长，这样子跑出来太可爱了，你们看看。对，这一款呢就是5660 free size 哦，就是比较 oversize 的这一种吧，胸围可以到136哎。 OK， 各位看看它的面料是 cotton 面料，非常非常舒服的 cotton 面料哦。它不是看到有看到透有看透吗？ OK， 它不是很厚的那一种，但是对，真的很舒服。然后它下面这里还拼接了这种螺旋面料哦 ，OK， 还有螺旋纹的，这里尾端也是有啊。然后它是比较长版的，看看可以遮盖完我的臀围耶，非常的可爱。这一款上衣，来，这一款上衣就是很舒服穿，就是在冷气啊，或者是如果你们有去比较冷的地方，都可以穿上这一款长版的上衣。黑色只有一个颜色哦，然后它这里呢就是 drop shoulder 的，它的那个肩线在我的，很 drop 的，对，很 drop 的，真的，懂我个手背里头啊，懂我手背里头。它这款哦，跟你们说，就是你们除了可以这样子配这样子西装面料的裤裙，你都可以好像配我现在的这个牛仔，对，它完全是 oversize 的，意思是说 S M L X L 的朋友都可以穿，而且这款版型是就是特地这样子休闲，然后我孩子肯定会很喜欢很喜欢，就是看到妈咪哦你这样子穿，然后肯定会很大爱你身上的这个。贝贝，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件衣服，就是自己呢又可以穿一下很随心 oversize 的这样子的上衣，然后同一时间就是会给孩子一个惊喜，就讲孩子你看妈咪今天的衣服有什么，然后他肯定会一直会黏着你，除非是、不要给孩子黏了，不要之前真的不要穿了，就可能是。但是这款呢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因为真的很特别，现在是网红超爆的这一款，可能大家如果是没有留意到的话，其实这个版型哦，是现在有网红都是有一直在穿，真的很火爆很爆红的，就是这个 baby， 然后就是特地会有在这个口袋，还有这个 baby 是 include 的、啊、这个 baby 是 include 在一起的，可能刚进来的朋友可能你们就以为这件衣服是单单这样子黑色长袖是吗？不是不是，这个 baby 每一件都有附送这个 baby 在口袋的，都有送给大家。平时如果你们只是单买这个 baby 可能都要10多块20多块，对吗？现在是连同这一款这样子休闲版型，然后、它其实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袖子是特长的，就是它是故意完全是可以覆盖我们整个手掌， OK，会完全会卡位，好像像球队就剩下几条手指出来，它而且就只是来黑色，就只是来黑色，因为就觉得黑色然后就是挂着这个 baby 很酷炫的感觉，在好好得意好有型，然后你们就随意配上个牛仔裤裙啊，或者是一些西装面料的裤子都 OK， 都 OK 的。酷酷的黑色又不色，可爱。对。然后孩子怎么扯你都不一样。真的给你给你。还有在我的给你什么嘴？就是你有时要追他啦，又要蹲下来啦，然后又要 bend down 这样子，真的不用担心。